欢迎收看上野 Vlog。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 USR5。 那前几天呢，可能我把那个我们2019年啊上野游记啊，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算是一个回忆吧，做那么一个剪辑。然后呢，我也第一次啊在视频里边唱了唱歌啊，可能唱的不是特别好啊，大家见笑了。因为我这个歌唱歌的时候是用单反的这个麦克风录的，所以说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啊。那今天晚上呢，给大家谈谈 USR5 啊，它的一个最新的这么一个视频。这视频呢，应该是在一个展览会上啊，把 USR5 的这个算是样机展览出来了。我们呢也没有去过现场，我们呢只是通过这个视频啊，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些对比。对比什么呢？ USR5 和我们的 USR 啊，他们两个机器在外观上啊，到底我们能看出来有哪一些的区别。首先啊，就是这两台机器它的一个卡槽再一次印证了啊， USR5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啊视频机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 USR5 上面的它的卡槽应该是双卡槽设计啊，这个也是印证了它之前啊当时的传言啊，说是当时佳能出来说是有一个双卡槽设计嘛。这个样机我们能看到它是双卡槽，和 USR 啊相同位置对比的话，还是能很明显的能看到啊， USR 是单卡槽的， USR5 呢明显是一个双卡槽，而且肯定是会有 CF 卡的。那可能也和它之前宣称的需要拍 8K 的视频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，因为这需要提升啊读取的速度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从这两台相机啊，我们现在能得到在视频里边得到它的俯视图，还有我们 USR 的一个俯视图对比来看啊，两台相机差别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现在能感到啊，我们就是能从这个整机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里边啊，感到就是 USR5 的整机可能还没有完全是那种量产型啊，表面是比较粗糙的，但是外观来看啊，就两个相机的大小啊，或者说这个从俯视图来看啊，设计整个的这种逻辑可能差别都不是特别大。那原来之前呢，有很多人做过视频啊，就是把我们 USR 之前有一些 USR 他们有一些做实验啊，它的单卡槽那个位置拆开，然后后来发现什么问题呢？甚至里边其实是早就预留好了一个双卡槽的一个位置设计。从一开始设计USR 之初，它可能就早已经想好了啊这种双卡槽的设计。所以说这又印证了之前说的啊， USR 只是一个微单的一个试水。从 USR5 和 USR5 在后面的高清线的连接的地方啊，它没有调整，但是在前面它和 USR 还是有区别的。 USR 在就第一排的这个功能区啊，上边是一个快门线的位置，下边是麦克风接孔。那可能 USR5 它会强调它的视频性啊，它会把快门线的位置放到了下面，它把麦克风 3.5 的插孔放到了上面。这个位置现在能看出来啊，很明显是和 USR 是有区别的。正前方看的话，可能 USR5 的在下方的这种按键或者是它的功能区可能会比 USR 要多一些。有可能我们能看到下边有一个电源的接口。佳能也说了啊，7月份要把这个真正的这台 USR5 真正的量产啊推出市场。随着时间啊进一步的接近，我觉得很多 USR5 的详细的细节啊，包括这个相机的具体的一些东西都会展现在大家跟前。那也感谢大家关注啊上野 Vlog， 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这台相机，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出来这种视频啊给大家看。那一直到 USR5 上市啊，我们有可能会去买一台 USR5 来做我们的视频拍摄。喜欢单反或者说对微单啊，佳能的微单或者说佳能的这种 USR5 这个机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我的视频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